我与公子无缘，我愿意为公子举荐一人。谁？司马懿。司马懿，嗯，他拒绝我了。你这是向孤立下的军令状吗？孤给你三日，三日你拿不到几步，该当如何？当如何？父亲不会对我军法处置，不会打我，甚至杀我。他只会。 拿走我萧师傅的职权当着军阵，能百官骂我无能，这比军法还要厉害百倍。吉布是不是在你家？吉布在我家，我都三天没回家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看看？春花，你就别管我了，我自己惹的祸，我自己解决，我也不想连累我娘。吉大哥，你说话呀！我能说了。你说。哦，吉兄，夫人，吉兄其实就是不回丞相府，丞相也不会为难吉兄的母亲。这世界很酷。